哦，你生气了吗？多亏我这么努力地展现刀刃。警报，恶化程度为赵可测量的范围，重新计算中。 Thank you.
此为止。
击入他的心智核心。我不愿进去那个邪恶的地方，免得我陷入他的疯狂之中。快消灭他！Thank you.
驱逐子民相信你，我也不能向主人展现忠诚。说得对，进去，把你要的东西接受，把全部解决。我们认为阴险对你看。风行者，你这么危险，对不起，总看来我们双方当下令人一致。警告，腐化等级即将到达100%。不，勇士，你不能放弃啊！透过你的血肉，我的黑暗帝国即将重生。别听他胡扯，你不属于他，你是艾泽拉斯之子，他的力量就是你的力量。注意，已取得新锚点。
你还在等什么？收到，启动射击程序。勇士，撑住啊！看来我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了。下次见。愿灵魂指引你的道路。努西昂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开始听见恩若斯的低语的？我派了手下在暗中保护你。我知道你一离开高岭就会变得脆弱。我不知道，原来你那么关心我的安危。那当然，你是我的兄弟，我唯一的兄弟。有话直说吧。古神被消灭了，然而他们不是艾泽拉斯唯一的威胁，还有很多敌人潜伏在暗处，蠢蠢欲动。从今天起，黑龙军团会遵守过去的使命，跟各位勇士站在一起，守护这个世界。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。